哇，这叫做快闪吗？快闪，快闪，快闪，快闪！但哎，这样子有没有人啊？然后还有一定有，一定有。你们刚刚赶快帮我进去，一定有吗？谢谢乔姐帮我，有。哎，有，因为突然之间这样跑进来，对不对 ？Hello。好，因为你们大家，对啊，因为大家那么想念。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大家很想念，我们现在临时开快闪，所以我们把画面交给他。Hello。对啊，大家那么想你，你刚刚讲上晚上，因为不用去种树。哦，今天不用种花，没有了，还是要啊，回去还是要顾一下。晚上看一下他们，看一下他们状况啊。哦。对，有没有枝条修剪的什么的？你每天好久不见。哇，太久不见。在哪里哦？在你心里。对，乔姐是给过吗？给过，好不好？大家都在他心里哦，他在他心里，然后在那个树的枝头上，然后等着被你修剪。乔姐好温柔。那应该要长得好好的，不要被我修剪掉，因为剪掉就丢垃圾桶，不行不行。那大家都要长得好好的哦，这样才能看到大家，是吧？好啦，突然之间快闪，对不对？好啦，不要，大家不要看我，大家看你们。不行，因为我等一下十点的时候再跟你们直播。哦，十点哦，大家等十点，大家等十点。哎，跟大家恭喜一下哦，我们上次那个，你要往你这边一点。哎，我们恭喜一下，上次我们在日本的番外篇就第一名。第一名，耶！好不好？所以请大家好好支持。谢谢大家这么支持，帮帮瘦了。哎，有吗？哎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啊，可能是因为我们在露天的桥下这样子，有阴影这样，有阴影，然后又晚上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嗯，好啦，我把手机交给乔姐，好，十点见，对不对？请把我手机交给我，好，那个十点见，因为刚刚我们有看到，对，十点见，然后我们刚刚有碰到雨清嘛？对对。哎，现场唱歌会很棒哦，圈粉圈粉圈粉，真的爱死，真的根本 DVD 重现了，真的行走的 CD， 真的太厉害。哼一句，不要啊，不要压力，哼一句，不要。我跟你讲，很早我上次直播就被大家讲说哼一句，我说不行，我完全感受到这种感受，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要，有点紧张，有点紧张。好，但是你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因为大家很久没有碰到你了嘛。嗯，对，所以大家很久没有碰到我，我也很久没有碰到大家，非常想念大家，然后很谢谢大家这么支持，在番外篇保留席位，然后我们拿到榜上第一名，真的很谢谢大家，然后希望保留席位大家还可以再重复的看，有不一样的感觉 ，of course，of course， 而且很多人看得很感动。嗯，不同的感动，而且第一次看跟第三次看、第五次看又会不一样。哎，这是保留席位特别的地方，哎，就是每一次看、每一次的感受都不一样。对对对，就是其实我们因为导演很着重，我不知道这个讲了多少次，但是我还是要讲，就是导演很着重在我们的眼神的交流上面。嗯，对，所以在眼神上面，其实你搭配背景音乐，然后再搭配哇，这现在的角色状态，其实会品味出不一样的心境，感受也不一样。Yes， 所以请大家多看多看，好啦。但是还是要谢谢乔姐能写出保留席位啊，黑包牛肉面，好不好？请大家今天晚上宵夜就去吃牛肉面了。好啦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好，我等一下，尽量十点跟大家见面。好，拜拜。秋，我还要赶回家哎。好，拜拜。欸、我是哦呵，对。